手拿看板，挥舞旗帜，挤爆嘉义市中正公园。民进党立委王美惠晚间举办反滥权或民主宣讲，民众反应超热烈。伊是做为中华民国台湾国会院长，应该伊所作所为，甲做国民党的院长俩。逐条嘞，啊，就是拢甲送院会协商，啊，院会即摆主持的什么人？韩国瑜啦。不满蓝白阵营以人数优势否决国会扩权复议案，周日晚间嘉义乡亲大集结，除了有家长带小朋友来参加，甚至连高龄90岁的阿嬷都坐轮椅来听讲。那些蓝白立委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台湾人民都支持他们做这样的错误的决定。回到人民的面前，让大家知道蓝白国民党跟民众党到底有多扯。民进党内多位立委议员来相挺，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也到场，而其中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和立委陈冠廷，两位冠廷更巧妙同台。冠廷遇到冠廷的嘉义，也特别跟民众表达这个国会扩权法案对于民众的影响。是蔡市长名字，就像这次的活动一样，它是属于各个不同年龄层、各个不同的这个聚落，每一个朋友们都一起站出来。他认真，他拍拼，为着台湾民主这块土地，坚持到底。尽管天气热，中正公园依旧人潮爆满，民众站出来一起守护民主。民视新闻郑荣文加以报道。